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个一直对决啊。说简单不简单，说难也不难，反正你有钱就能过，没钱你就慢慢想吧，慢慢磨。现在官方已经就跟你说明就是这样搞，也没抽到里希特啊，抽到那个新的这个马尔西菲，非常难，真的难，不是一般的难。反正你不会打得很轻松嘛，就这样这么跟你说了。啊，不说那些了，第一回合把那个减伤的上好，然后我一杀就加四级就行了。二 B 也是加四级啊 ，A 二加四级，然后海岛直接 LB 也行，不 LB 也行，看你自己。加四级吧，反正第一回合打的不会很疼。第二回还得去他的魔啊，那幻觉响，补一个激流之下，再补一个士气，然后艾琳娜就直接冰光暗场域，然后降低对面的大剑耐性。美丽莎一定要上15看，不然很疼啊。上个广播方可乐吧，安全第一，就是让二 B 直接上光 ，A 二也是一样的。这一回合直接 LB 啊，然后 2B A2 都是 LB 直接打输出啊 LB， 然后梅丽莎这里直接减伤吧，减伤也同时把减 CD 给海岛，然后这里直接四连。驱魔了他的公魔，这一回合艾琳娜暖机了。把四级加一下，然后回个血。那这里采花还是四连啊。降两个九是吧，
这里二逼要开始暖机了，没办法。补个属性，这里补个攻击魔力，然后这里三连。他当他有这个防御的时候是真的硬啊，这个 boss 你是真的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还没拿呢。那这里还都是一样的，采花的话满级了，这里梅丽莎的话加个血，加四级吧。下一回合要直接过血线，应该是刚好过了。
有补 MB 的吗？补 MP 的这个东西吗？它没有。啊，不过就算了，反正运气有点差，惨得很。上了 buff 吗？上了。这一回A2和 2B 都要上一下光属性啊，先把那个采花的冰属性刷掉，因为采花第三个回合还是会上冰属性的。然后上个光让看，补个血吧。能顶住吗？顶住了就好说，感觉顶不住啊，顶住了，好说。看这回合，
这一回合全力以赴给这个二比二。只能给二比，全力以赴给二比。然后这里海斗要把他的魔去掉。急流之下，哇，运气，真的有点运气成分在里面，过了。好不容易啊，我靠，真的打得我累。没有里希特，没有那个马尔西菲，想打满分真的是，我都是试了 N 次了，我靠，终于满了。这个想法没错，关键就在那个 T7 啊， T8 的时候，2B 和 AR 一定要上给自己上个光属，把那个冰属刷掉，然后利用那个圣诞彩花 T10 嘛， T10 它能 T10 它能T7 T9 它能再上一次冰属，就等于同时让 2B 和 AR 拥有光属和冰属，因为这两个属性这个 boss 是一样的，所以说就是说可能也打点折扣，但是就是说你能保证 T10 还得把它 buff 下了之后啊，2B 和 AR 的话能够有光属性的伤害给他，然后同时艾琳娜和这个彩花又可以有冰属来打他，所以说总算过了啊。反正工程梅丽莎也算一个吧，梅丽莎毕竟有这个，她等于就是强化版的这个大妹嘛，这个权力资源支持嘛，你这样等于给 2B 直接上了12000的那个 mod， 挺好的，而且极限机直接最大，然后给他一个4×400，然后一个300，所以说 2B 还等于给自己暖了机一样的，还行。而且这种 T10 打法感觉就只能是这一套，少一个兵都不行，没有艾琳娜当队长的话很难很难，所以说这是我对这个他们的更新真的是意见蛮大的，本身自己也非洲嘛，什么都抽不到，这是一点啊。那么接下来把装备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彩花没别的，他反正只需要一个50的上限就行了，他就能达成200了，尽量堆重杀。然后他的这个鸟是250，恶魔是340，精灵是300。然后卡我给他带的这张上次抽的那张卡，因为他有精灵的100，这样他就能堆满。然后梅丽莎主要是加士气的装备，然后反正他必须要防一个异常嘛，他就能解全员的异常，他如果异常的就 GG 了，所以我全员都不佩戴异常了，让他来解异常。然后海斗我这里还出问题了，我的装备有点问题，反正就是双大流 NS 状态双大流，然后 BS 状态的话，这个鸟系恶魔系和精灵系尽量堆高就行了，海斗多少还打了一点伤害吧。艾琳娜的话，这边的话我也是尽量走一点多一点输出啊，恶魔和精灵他没有鸟杀，
为什么最后面走这边啊？那不行了，你不补一点输出肯定是过不了的。鸟150，恶魔精灵300，然后 LP 是300。反正我这个阵容有一点麻烦的就是说 LB 的那个槽可能也看你运气，但是按这个思路打应该是没一点问题的，肯定是能过的。 2B 这个 NS 面直接就是300鸟杀，300恶魔杀，250的精灵杀，只能这样了，只能对着这波杠。精灵和鸟系应该是最缺的吧，然后 BS 就是四期装备加四期槽就行了，然后尽量补一点、这个嘛，能打多少打多少。然后 AR 全300，除了 LB 啊，鸟系、恶魔系和这个精灵系都是300，就是上次那个活动的装备啊。然后穿克劳德的衣服，把这个400堆满，然后带一个鬼女。其实带鬼女就可以不用带这个大学者，但是我要给她堆一点攻击啊，没办法，只能这样。然后走的是春雨啊，用刀来打。哎呀，总算呢过了，哎，这一期就到这里了，下一期再见吧。打得我挺累的，好了，拜拜。